黃竹坑運動場在海洋公園和黃竹坑之間，哪個站在這裡？黃竹坑站啊，到站了。你不要带我。
哋有去到第四，我哋有去到第四站啦。呢個站仲近，呢個海洋公園係咪？係啊，上去啦。运动场啦，你可唔可以第时你跑步你搭地铁？都可以噶，唔使过马路，唔使过咁多马路。喺海洋公园嗰度过嚟啫嘛。我哋喺海洋公园。你揸车唔使？揸车，俾人抄牌，唔使都摆出边。唔係，有時我揸唔到車嘅時候咧，你會借條車都得咯。去海洋公園，跟住過去。海洋公園又係一樣，都係一扎二十米。我哋搭去海洋。係啦，海洋公園站唔近，唔使過馬路嘛。哦，又入翻個窿度啦！哇，好快又入翻個窿喎！嗰度就最長咯，嗰度入個窿。係啊，不過窿係最係呢條線最長嘅窿啊！前面有靠send 俾你啊嘛，我睇試搭一次啊，嚇，即係行得好咩？係喎，藍色嗰盞燈好遠，到啦，藍色燈唔見得，而家仲有十一點幾。Yeah.
我真係。呢個係由我董事嘅名字，多謝乘客。係嘛？就是南港岛线的好多人啊，哇，又来试驾你车了吗？又来试驾，差不多班班都来试驾你车了。哦，拍下出面先。哦，拍下啲人送嘢。